首先我也以香港的旅游大使身份来欢迎龙泽秀明来到我们香港，也来到澳门，介绍澳门啊香港给他认识，来发布他这个碟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可以把他的碟来到亚洲来发行的话呢，我一定会帮他去打气。因为呢，我们都是做艺人的嘛，有时候我自己本身在日本的时候，很多他们的本地的艺人也帮我一起打气，就是得到他们的帮助，那你的信心会大很多。那他是一个在我只是一个回报啊。他现在虽然他是一个，对我来讲他是一个新人，他对我来讲是新人。那来到我这边是我是主，他是客，那我一定是以热情热心的去招待他。刚刚拍了每人有一个1000元的 token， 然后因为他明天生日嘛，然后我就跟他买了，结果我们两个都赢了。对，女人赢了1000，所以我们有2000。2000，对，我们就收手了，一块就怕会输掉。对，其实一直都没有，也没有去过赌场。有没有去？有去过，但是是工作的关系，所以才去。我是玩老虎机呀。